来给你们看一只超甜的纯儿比熊可爱吧。哇塞，超可爱啊！你看它的小舌头像不像假的？哎呀，这还不让我碰。对，一碰舌头就出来了哈。对，咱们再看一下它的嘴巴，你比一下来。哎呀，特别短，对，只有一指。好，来看一下侧面。哇，侧面几乎是平的。对，背部的毛也特别好哈，你摸一摸。天哪，像棉花糖一样。手感是不是特别好？是的。哎呀，太甜了，宝贝。哎呀，还笑呢。咱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状态怎么样？好的，来吧。来吧，来到我背部来。哎呀，这个腿感跑得还挺快的。对，这也太粘人了吧。别甩尾巴，扑扇扑扇的。哎呀，宝贝太可爱了哈。你看这小脚垫黑黑的，还有这小舌头，哎呀，睡着了，还不让你碰呢。嗯，两个大耳朵，还有两个大耳朵，忽闪忽闪的，像个小兔子一样，是吧？对，你看这个，哎呀，好舒服，舒服的睡着了哈，好可爱呀，它，嗯，就喜欢让你撸它，挠挠小肚肚，哎呀，哎呀，宝贝，你太甜了哈，你看这小舌头，太可爱了。小弯嘴呢，这样一看，对，黑色素也非常好哈。你看鼻头、眼睛都是黑黑的，是的，还自带眼线呢。哎呀，眼睛真亮呀。对，咱们再来看一下侧身哈。好的。哎呀，体型也特别小，你看加上头只有巴掌大。是的。小腿也特别短哈，只有三指高。这小短腿啊。哎呀，背部的毛也是超好，你看圆嘟嘟的，摸上去手感软软的，像摸棉花糖一样哈。哎呀，看着摸着就舒服。对呀。天哪，宝贝，你太可爱了，你看。甩手手，小脚垫也是黑黑的哈。是的，来看，哎呀，下，爪子都是这种肥嘟嘟的。是的，给你找个好家，宝贝，拜拜啦，拜拜啦。抖音。